为了延续香火，他向朋友提出借种生子，只要生下儿子，给李富贵50000元劳务费。朋友履行协议，很快完成任务，没想到生下来的却是个女孩。这女儿又不能延续香火，这钱不能给。朋友一纸诉状将他起诉，他却向法院提出了反诉，要求支付孩子的抚养费。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场闹剧？续香火闹剧即将播出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。2017年5月份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在北方一个山村的饭店里，魏亮和妻子小霞正在给女儿办满月酒，庆祝他们喜得千金。来祝贺的人纷纷送上礼金，并祝贺魏亮终于当上了爸爸。这时啊，魏亮的发小李富贵和他的老婆吴金凤走到跟前，吴金凤压低了声音说：“这满月酒也办了，礼金也收了，啥时候给我们劳务费呀？别是忘了吧？”魏亮一听这话，脸上的笑容立刻僵住：“兄弟弟妹，咱过了今天再说，来来，吃块喜糖。”说着话就把他们领到了座位上。这一天的满月酒宴呢，很是热闹。第二天晚上，李富贵的老婆吴金凤突然闯进魏亮家里，进门就嚷：“你们怎么回事啊？说好的50000元劳务费，还得让我上门来要啊！”魏亮则冷冷地应道：“哼，还好意思要钱？你男人占了我老婆便宜，我没要你们赔偿就不错了。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孩子满月的酒宴上，铁哥们李富贵和老婆吴金凤不光没有祝贺魏亮喜得千金，反而来跟魏亮要劳务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而魏亮更是生气的将这夫妻俩给赶出家门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魏亮和小霞是青梅竹马，9年前的夏天他们喜结连理，这些年山区开发绿色产能，日子是越来越好。魏亮呢，在村里的果品加工厂跑销售，小霞在厂里做包装，小日子还算殷实，两人是相亲相爱，幸福和睦。可美中不足的是，他们一直没有孩子。魏亮是魏家的独苗，在魏家人看来，他可是家族传宗接代的火种，可偏偏结婚8年，小霞的肚子就是不见动静，这让魏家人甚是着急。夫妻俩跑遍了全国的知名医院，最后确诊小霞的身体状况一切正常，可魏亮患有先天无精症，也就是说魏亮没有生育能力，这辈子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。这种结果他们难以接受，尤其是魏亮。看着魏亮终日郁郁寡欢，小霞则安慰他说：“我们可以做人工受精或者试管婴儿，实在不行啊，我们就收养一个孩子。”魏亮应付着小霞，可实际上他早已私下了解了这些情况。魏亮从网上查阅到，无精者想要人工受精的话，必须到国家精子库申请精子，不但程序严格繁琐，时间长，费用高，最重要的是魏亮不信任那些供精者，他觉得保证不了下一代的质量。而通过收养直接抱回一个孩子呢，那他不能生育的事儿不就人尽皆知了吗？那多丢人呐。每次面对亲朋好友的催促，魏亮夫妻俩是有苦难言，但表面上却总是轻描淡写，说还没过够二人世界。可魏亮的生理缺陷是不可逆转的事实，但他们真的无计可施了吗？魏亮到底能不能续上这香火呢？一日啊，魏亮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一则代孕的帖子，他灵机一动：“天不灭曹啊，别人可以代孕，我就可以借种啊。”
我何不出钱请人代劳，以延续我魏家的香火。魏亮拿定主意后先琢磨了几天，这天晚上他向妻子诉说苦衷，是感慨万千。小霞又一直安慰他，突然魏亮试探性地问道，哎，要不我请人代劳吧。小霞扑哧一声，以为他在开玩笑。魏亮接着说，你受点委屈咱借个种，到时你挺个大肚子，别人都以为这是咱的娃。此言一出，小霞犹如五雷轰顶，大骂魏亮禽兽不如，翻身不再搭理他。这之后啊，魏亮就经常在妻子耳边诉说不能传宗接代的苦恼。时间久了，小霞还是经受不住丈夫的软磨硬泡，最终咬牙同意了他的龌龊提议。魏亮呢，则喜上眉梢。夫妻俩对于请人代劳的事儿是慎之又慎，为了优生优育，他们把身边的男人都过滤了一遍。张三个子太低，李四模样太丑，王五脑子不够数。选来选去啊，他们觉得魏亮的发小李富贵还算不错。这李富贵个子魁梧，身体健壮，且有几分长相。最重要的是，李富贵家里就生养了两个聪明帅气的儿子，实在惹人喜欢。魏亮认定这李富贵就是生儿子的命，又和自己是发小，一定会帮自己这个忙的。可再一想李富贵的老婆，两人又有些为难。李富贵的老婆名叫吴金凤，事儿多，脾气大，是远近闻名的泼妇。这事儿啊，如果不经他同意，一旦有个风吹草动，这只母老虎定会大发虎威，不可收拾。可是他贪财如命，魏亮觉得只要许诺高额的报酬，一定能说服这只母老虎，让他乖乖地把丈夫贡献出来。两人商量妥当后便迅速实施。经过小霞的劝说，吴金凤终于同意在合同上签字。因魏亮不能生育，请李富贵来魏家生一个儿子，延续香火。两家很快达成协议，顺利完成借种任务。李富贵和小霞断了来往，就等着瓜熟蒂落后挣着50000元劳务费了。小霞十月怀胎，却生下来一个女孩，魏亮延续香火的计划落空，他还会按合同给付劳务费吗？续香火闹剧，法律讲堂正在播出。这天，小霞受丈夫之托，把李富贵的老婆吴金凤请到了家里，先是套了一番近乎，然后委婉地把话题摊开。吴金凤一听是又惊又怒，大骂小霞缺德，起身就要离开。小霞呢，赶紧拦着说，这事儿不白帮忙，事成之后给50000元劳务费。50000？吴金凤听到这个数愣住了，这足够他们家一年的收入呢。小霞看吴金凤开始犹豫，接着说，我们签个合同，我只要生下儿子立即付款，如果不给钱呀，你可以拿着合同跟我们打官司。吴金凤还是犹豫，小霞又补充道，我是看在你们家穷，真心想帮你们，这事儿要换了别人，就是倒贴钱也有人干呢。吴金凤终于心动了，她拉着小霞的手甜甜地叫了一声姐。我知道姐是为我好，可就是有点那个。没等她说完呀，小霞就打断道，妹子别多想了，咱赶紧把合同签了，今晚你就让富贵来我家住。闻听此言的吴金凤责怪道，干嘛这么着急呀，总得容我给他透个气吧，缓两天再派他过来，咱先签合同吧，到时候你可不能不给钱呢。于是两个女人就商量来商量去的拟出一个合同，上面写道，
因魏亮不能生育，魏亮夫妻特请李富贵来魏家生一个儿子，延续香火。吴金凤负责说服丈夫李富贵帮忙，一旦李富贵完成任务，便不准再和小霞来往。魏家保证，只要生下儿子，立即支付给李富贵50000元劳务费。双方不得反悔，也不得外传此事。两个女人作为两家的代表，在协议书上签了字，还郑重其事地按上了红手印。到了晚上，吴金凤开始给丈夫做工作，说给他揽了一笔打着灯笼也难找的生意。生意？我哪会做什么生意？吴金凤把合同递给李富贵，自己看吧，不美死你才怪。李富贵看着协议内容，甚是吃惊，可看着吴金凤的表情和合同上的手印，又不像是假的，就怯怯地询问了事情缘由。在确定不是老婆故意试探自己后，他故作委屈和埋怨，可内心却是色心和财欲油然而生。就这样，李富贵肩负着特殊使命，严格按章办事，合同履行起来呢非常顺利。他出征没多久便大功告成。李富贵有些不舍得和小霞断了来往，就等着瓜熟蒂落后挣着50000元劳务费了。小霞怀孕以后，魏亮别提多高兴了，他也更加细心周到地照顾小霞。等了这么多年，他们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。可这借种计划成功的实施，接下来是不是皆大欢喜呢？两家人是盼星星盼月亮，10个月后啊，终于盼到了小霞的产期。伴着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，小霞顺利地生下一个健康白胖的女儿。消息传到李富贵两口耳朵里，两口子是激动不已，还特意买了酒肉来庆祝这笔生意。可魏家呢，并不欢喜。魏亮盼的是生儿子来延续香火呀，现在生的是女儿，他很失望。小霞呢，经过10月怀胎，生下自己的亲骨肉，无论儿子还是女儿，他都非常疼爱。魏亮看着这个女儿，想着香火还是无法延续，妻子也失去了她的贞洁，自己还要出50000元，实在是委屈。他甚至向小霞提出不要这个女儿了。小霞是愤怒不已，坚决反对，还催着魏亮啊给孩子办满月酒。两个人因为这些事儿啊是没少吵架。这李富贵两口呢，在家天天等着魏亮来送钱，可总也不见动静，于是啊就在这满月酒宴上要起了劳务费。魏亮听到他们要钱的话，很是生气，可当着亲戚朋友也只能笑脸相迎。李富贵两口想着，魏亮今天收了礼金，第二天一准给他们送钱去，所以啊也没闹出什么不愉快。第二天，李富贵两口在家整整等了一天，仍不见魏亮来送钱。到了晚上，吴金凤实在坐不住了，就直接跑到魏亮家里要钱。可谁知魏亮不但不给钱，还说自己男人占了他老婆便宜，还想要赔偿。这也就有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一幕。魏亮本想借种生子，却生了个女孩子，拒绝支付劳务费。吴金凤被彻底激怒了，我要到法院告你们。魏亮提出私了，支付一半的劳务费，吴金凤却得理不让人，说50000就50万，一分也不能少，给钱撤诉，不给呀就法庭上见。魏亮咨询律师，却给出另一个建议，魏亮可以反诉李富贵，支付孩子的抚养费。那么法院会支持魏亮的反诉吗？续香火闹剧，法律讲堂正在播出。吴金凤哪里知道，他来之前，魏亮和小霞因为孩子的事儿刚吵完架，
这魏亮正在气头上，当然不会给他好话听。吴金凤一听魏亮口气变了，赶紧掏出了合同。可魏亮一看合同更有理了，说你看看，这合同上明明写着生儿子再付钱，现在生的是女儿，这女儿又不能延续香火，所以这钱我们不能给。吴金凤赶紧摊开合同，可不是嘛，当初这白纸黑字就是写着特请李富贵来魏家生一个儿子延续香火。吴金凤愣了一下说，这生儿生女谁知道，这是命中注定，我不管，我男人帮了你们就该拿到钱。魏亮又想了想说，这样吧，我们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就当你们为我家做了一件好事儿，等孩子大些认富贵做个干爹就是了。富贵可是他亲爹，吴金凤嚷道，既然是亲爹还要啥钱呢？魏亮这句话一下子呛得吴金凤再也说不上话来。魏亮接着说，既然有合同咱就按合同办，现在是要钱没有，要孩子你就自个儿抱回去养吧。说着话把孩子扔进了吴金凤怀里。吴金凤气急败坏地把孩子扔回床上说，你们不仁，可别怪我不义，我要把这事儿全部抖出去。魏亮也不以为然，这事儿传出去你也得跟着笑话，别忘了这可是你签的协议，是你让自己的老公跟别人生的娃。吴金凤被彻底激怒了，拿起桌子上的水杯摔到了地上，甩下一句，咱们走着瞧，我要到法院告你们。就这样一场交谈不欢而散。吴金凤当初并没有仔细看合同，没料到合同上写的是生了儿子才给钱，但是小霞生的是个女孩，所以魏亮拒绝支付劳务费。吴金凤越想越觉得是魏亮夫妻俩骗了自己，于是一纸诉状将他们夫妻二人告上了法庭。法院受理此案后给魏亮和小霞送达了传票。他们夫妻并不懂法，本以为吴金凤吃个哑巴亏也就罢了，没想到还真给他们打起了官司，这让他们还真有些紧张和害怕。魏亮心里没了底，急急忙忙跑去找吴金凤赔不是，说是毕竟没有生下儿子，想给一半的抚养费。吴金凤呢看到他们收到传票就乱了阵脚，自认为胜券在握，是毫不相让，说五万就五万，一分也不能少，给钱撤诉，不给呀就法庭上见。魏亮见和谈不成很是苦恼，他觉得自己这次啊是丢了夫人又折了兵。正在魏亮夫妻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位堂兄从省城回来，堂兄懂些法律，他鼓励魏亮向李富贵提出反诉，要求李富贵承担孩子的抚养费。堂兄说，这样一来魏亮不但不用支付劳务费，还能让李富贵承担支付金钱的义务。于是魏亮在堂兄的指点下向法院提交了反诉状。那么魏亮的目的能达到吗？法院会如何判决呢？我们来看今天的关键词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非婚生子女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即是指运用医学的技术和方法对配子、合子和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，包括人工受精和体外受精再胚胎移植以及各类延伸技术。人工受精呢又包括丈夫精液人工受精和共精人工受精，而体外受精再胚胎移植呢就是我们俗称的试管婴儿。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，以医疗为目的，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，禁止任何形式的买卖配子、合子和胚胎。
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从事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由此可见呢，如果通过医疗机构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人工受精是合法的，而一切没有通过医疗机构的所谓的代孕或借种都是违法的，自然所签订的协议也是无效的。我们再来看非婚生子女。非婚生子女呢，即是指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。我国婚姻法第25条规定，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完全相同的权利，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。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，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，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。本案中，李富贵和小霞不是夫妻，他们所生的子女即为非婚生子女，但是其法律地位和婚生子女完全相同。也就是说，小霞接种和李富贵所生的这个女儿，李富贵可以不直接抚养孩子，但是有义务支付孩子的抚养费。法院经过审理，最终认定双方所签的接种协议违反法律规定，违背社会伦理道德，不具有法律效力。对李富贵两口提出的要求未亮夫妻支付劳务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，同时呢，对于未亮夫妻提出的反诉予以支持，也就是认定李富贵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，应当支付孩子的抚养费。最终判决李富贵每月支付抚养费600元，直到女儿年满18岁为止。李富贵两口听到这个判决内容，愤怒不已，差点气晕过去。他们没想到自己盼望的50000元没有拿到，还要每月承担数百元，这18年下来就是10几万呢。这种结果他们难以承受。李富贵两口子输了官司，整天在家互相埋怨，吵个没完。吴金凤更是3天2头到魏亮家里去闹，魏亮无奈只得躲着他，小霞更是不敢出门。那么这场借种闹剧就这样到此为止了吗？经过这场官司，魏亮和小霞借种生子的事儿也传得沸沸扬扬。魏亮不能生育已是人尽皆知，现在生的又是女儿，香火还是无法延续，自己的脸丢尽了不说，父母也跟着抬不起头来。魏亮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神采，对妻子也不再悉心关爱，对那个女儿更是不管不问。小霞呢，伤心痛苦，可为了孩子，她只能默默地承受。这天，吴金凤又跑到魏亮家里闹，见大门紧闭，就在门口大骂了起来。他说魏亮坏了良心，耍弄自己发小，说他这种人呢，就该断子绝孙，还连带着小霞一起骂，说小霞不守妇道，是个狐狸精。魏亮听到这些话，肺都要气炸了，他忍无可忍，开门来理论。可还没等他开口，吴金凤就直接跟他五抓上了。魏亮脸上瞬间就被挖出几道血印，随后两人扭打在一起。吴金凤凶悍的样子让魏亮没有丝毫还手之力，最后啊，还是赶来的邻居拉开了两人。魏亮身体多处受伤，被送进了医院，小霞也赶紧报了警。后经鉴定，魏亮构成轻微伤，公安机关对吴金凤处以了行政拘留15日和罚款1000元的处罚。魏亮在医院又花费了数千元，吴金凤出来后，公安机关给两家人做了调解工作。魏亮最后表示，只要对方不再闹事儿，自己呀，可以放弃索赔医疗费，孩子的抚养费也可以不要了。看到对方不要抚养费了，也迫于公安的压力，吴金凤不再提那借种的劳务费，总算是安分了下来。可两家人从此结了怨，不再往来。
魏亮虽康复回家，可比以前呀更少言寡语了，还添了酗酒的毛病。随着女儿的长大，他对妻子那段戒种的经历是越发的在意。魏亮经常讽刺挖苦小霞，甚至酗酒后殴打妻子和孩子。小霞最终无法承受村民的歧视和丈夫的家暴，带着女儿离家出走了。隔年邮寄回家一纸离婚协议书。观众朋友们，魏亮不能生育是生理缺陷，本来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有自己的孩子，比如收养，比如人工受精，可他却愚昧地选择戒种，还固守着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，最终落得个妻离子散。李富贵两口呢，一个贪财，一个好色，为了私欲竟做出如此荒唐之举，人们的唾弃和法律的惩罚也让他们再也找不回原本安宁的生活。这真是奇葩戒种损人害己，荒唐代孕丧德辱风。好，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。想要了解更多法律资讯，欢迎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。再见。母亲即将再婚，女孩却得知继父是刑满释放人员，设计阻拦。女孩被抓，继父却替她打掩护，是何原因？女孩非法拘禁自己的亲生父亲，是否构成犯罪？既然是生父，女孩为何一直不知情？继父的秘密，法律讲堂下期播出。